捏脖子，还是被那个经济地址，所以我就框在那矿床学里面，大概框到毕业之后，工作的性质不一样。回到台湾最大的缺点，金属矿没什么金属矿，所以换句话说，我在矿研所做了两年嘛，就做台湾的铜矿调查，发觉其实都是在人家已经知道了一些矿场漏头里面在打滚，打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后来决定才搞 remote sensing。remote sensing 地面调查都可以做，所以我做 remote sensing 做了一阵，做到后来就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新的东西，像风景区的这个解说、国家公园的调查、国家公园的解说、环境影响评估、自然保育，这个后来冒出来的，所以它是时代发生了。那我因为不在地质系，地质系没有把我限制，说不务正业，那我就可以自由跑。所以我后来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我觉得情境，所以我就在外面的介入比较多。所以后来回去你看，后来什么，行政院的当行政院的委员，国土规划、永续发展、自然保育等等，我大概都参与，所以我的社会参与面比较多。当然，有时候用一个好听的名词，就叫做政策面嘛。所以用地质学跟这个政策面的接触，在这里面找各种机会，把地质学观念带入，我就比较有机会。那这个是也是我比较得意的地方。到现在今天会看，就比如说国土资讯，它叫 NGIS 国土地质资讯，那个大计划，它那个决策到最后那个委员会，我大概都在，所以我就适当的时候可以讲一些话。比如说他要审地调所预算的时候，那我当然会花，这个摆明了会花。那这种东西，边缘来的带来对地质界的这个参与，我就比较多一点。那后期是因为搞自然保育、搞国家公园，加上原来科学素养，我觉得很重要。在地质学得到那些基本的科学的态度，这个东西加在一起之后，我大概最近十年主要的个人研究的方向都是中国人的自然环境这种思想面的东西，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自然。峨眉山的顶上盖了一个大佛像，我们台湾人帮他设计超级大佛像，要我是批评一个世界遗产上面怎么可以盖人为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不会欣赏自然。他到了峨眉山山顶的时候，他也不会看天上的云，他也不看远方的那个青藏高原的边缘那些高峰，贡嘎山7000多公尺，他不会去看这些现象，他不看昆虫，他也不看四季花卉变化。所以他上来之后就说，我们上了峨眉山山顶没啥看头啊，他就没东西可以看。所以地方政府就说，那不行哦，这样游客会减少。上面盖了一个大佛，请台湾人告金佛四面佛，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讲自然保育上就是严重违背。当然这个现象就不是这样，那去者假如说去看丽江本来是一个古城，今天看整个是游乐世界，花西街啊，整个变成这样。然后那个张家界砂岩石英砂岩柱子，那个世界奇景，砂岩奇景，但他做一个万丈天梯，做一个那个电梯，他要跟他比一比看谁能。然后到了那个法门寺，西安法门寺，那个玄奘翻译佛经的地方，前面搞过世界最大的五彩喷水池，大家来这边看什么？看喷水。那玄奘那个法门寺在背后是一个塔当做背景，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原来的文物的尊重没有，我就把它勾回来哈，收个尾了。我为什么一开始讲这个？我们的老师们，像马丁啊、林超奇的这些老师，他有这个前辈风范，他们绝不会赞成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前一辈、前一代的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尊重、对这个伦理关系的尊重，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或者下一代，越来越把这部分传统美德丢掉。这个生态的东西，基本上要尊重自然，不能搞建设。生态是文化，不是文明。所以文化文明之间有区别，文明通常牵涉到是物质，文化不是，就是思想行为。那结果发觉我们中国人确实在思想上，自然这个东西
我们用的是整体看，看整体。我们从来没有西方科学这种分科的研究的态度，没有。你回去所有主线看，连所有工程工的科都被当作小技巧，所以这个东西不入流。我们重视的就是读经，儒家学说，所有的考试都是这样。那个考试都到今天还在，今天台湾并没有跳出这个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人品人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品字啊，是魏晋南北朝延伸下来的。那这些东西，这些古代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谁惯用就看就知道，不必看学问。像平常大家流行，爸爸老人家都说出来的一些祖先说的话，那个话里面就看到中国人文化的传统，那就知道我们科技不发达，其实是2000年我们没有把科学当作一个分科之学，没有深入追究，我们看的都是大自然的精神面、道德面、形而上的那一面，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特征，但是就现代科学技术来讲，明显不足。那这个东西就是要警惕，警惕哦。但是警惕不表示你要抛弃传统，所以我们传统中它美好面要留着，但不足面就要加强。很明确，你现在讲这个问题是很明确，从这个环境保护的角度来面，这个事情是不好的。那假设你说，那从个人角度，从我的角度看，这是不好，要禁止。我只有一票。所以在民主社会里面，我根本发挥不了影响力，所以就变成说要看普罗大众，这一普罗就麻烦，因为一普罗就很低级。我写过一篇文章，这里面看不到，我那个文章的名字是从日本的一个书来的，它叫下流社会。它这个下流，中文叫下流叫很差低级嘛，日文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向下流动。就是趋俗，简单讲就是有点趋俗。我已经用了这个字不好，所以我那篇文章《下流社会》我不是这么写的，我是讲从这个中国文学的那个 paradigm 的 shift， 它的典范的转移，看这个文学的这个什么发展。我就写从这个，当然通常都喜欢从词开始，因为在前面就是。诗经也不好懂，但是它基本上还是用俗，比较通俗。那个楚辞就很难懂，什么西什么西啊，什么西的，很难看。为什么？那刻在板子竹板上，给皇帝啊，给大人物看，不是给你老百姓看。汉朝初年，汉赋，你去看看，还是看不懂。汉朝刚刚发现繁体字，大部分东西还是刻在竹简上，所以你看有什么？楚简，楚朝留下的文字在哪？在简竹子竹板上，很多都会。然后到汉朝时候才开始有纸张，但是他当时的文人写文章给谁看？还是给皇帝看的，说拍马屁，说那司马相如写一个叫做什么什么赋，写给皇帝，一看哦，夸张，都有美意的字，夸张，因为他是宋那个。诗经不是叫做风雅颂吗？风是老百姓流淌的，雅就是文人的书信，颂就是孔庙祭祀时候读的东西嘛。司马相写那个东西就是那种东西，所以他当然就拍马屁，看不懂。唐诗开始通俗化一点好了，但是你看初唐的诗还是不懂，因为他重视文字的修辞，用字很小。颂就不一样了，颂就开始哦。就是梨花谢了，什么春红，就东西出来就通了。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宋朝的时候，出了一个人叫柳三变，叫柳永。柳永是个代表性的人物。柳永啊，考试的时候大概调皮写了几次，被皇上看掉，永不录用，所以他就很生气，发誓再不参加国考，干专门帮歌女写歌词。出现这种宝贝，当然宋后面就更严重了。或者宋五代到五代不是花间词吗？花间词专门是写给那歌女唱，当时歌女跟现在歌女不太一样，给他们唱。所以这个东西看民间开始流行是从宋，所以这个东西你看它已经走到民间了。明清就完了，明清小曲啊，
因为明清在元之后，元朝是80年废科举，没有读书人，没有出，通通走到下层社会，出现中国所有的戏剧曲，都是从元朝流出来。所以你看那个政治经济的发展脉络，其实很清楚，越来越走通俗。明清小曲就哥哥呀哥哥呀，想死鹅了，那都是那个明清小曲，就很看起来有时候觉得好色哦，就明清啊。明清到现在那就不更不能谈了。现在最近流行歌曲那个是像什么话，就是念歌嘛，他又叫念瓜嘛，念瓜，他念那都是讲的话唱成歌。早期唱的凤飞飞还有点诗词的感觉，可是到那些现代的小歌星出来，他都不是，他是通俗。你说他不对，没有什么不对，广大群众在下面，但是这个世界在这样走。你刚才提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那个天灯啊，往下走，你要争取普罗大众的话，那就是往下走。